暌违多时终于合体推出新专辑的 YG 天团 Big Bang 回归后，忙于绕行世界举办巡回演唱会。2015最后一天，则受邀登上湖南卫视陪内地观众跨年，荷包与行程皆满。然忙于工作的同时，却爆出成员胜利遭女歌手骗财，金额高达20亿韩元，约1100万元人民币。据报道，胜利惊爆遭女歌手申恩星诈骗，女方以投资不动产为名目从她手上拿走20亿韩元，没想到之后完全没消息，连购买房屋土地的证明都没看到。对此 YG 娱乐表示将力挺胜利到底，将支持她对女歌手提出法律诉讼。